现在我发现我周围很多朋友啊，他实际上都在打坐。就过去我跟这个隔得比较远啊，我总觉得打坐往那坐那儿心乱如麻呀，对吧？对。但是我现在发现周围越来越多的朋友啊，都跟我讲的，我每天我得打坐，就像你一样。这个打坐你觉得它有什么帮助？打坐很好。 <laughs> 我的 <laughs> 眼睛发亮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可以去试一试。我自己是无意之中的就会打坐，我打坐也不是对的啊。但我觉得起码在现实意义上，有一个东西是它，你可以静下。当你心心静下来的时候，脑子啊，逻辑思维就开始放缓了，那心里自然的感受就会出现。那种平静是真正喜悦。当我发现我打二十年坐之后，我再也不想打坐了。是什么呢？就因为打坐是无处不在的。但是您一定打坐，打坐特别好玩 对，<laughs> 打坐你一安静一下来，你的脑子会乱麻。刚才您说的，实际上一直在，只是因为平时呢，因为处理的事儿多嘛，那个空间被占有了。当你开始打坐的，只是平时存在你脑子里面那东西被你清晰看到了，哦，才如麻。其实平时也在，就是要有这能力，你能这样看清，你都不用打坐了。可能王阳明这个心学讲的就是嘛，就是说，呃，打坐，但是呢，好像心思能够比较宁定了啊。 但是，一碰到事儿又不行，所以他就得跟他的门徒们讲：<对>你得在事儿上磨，你得凡事儿都得在事儿上这个磨练。我不知道亚东，你有没有什么管理情绪的招？其实，有的人适合静下来，有的人适合乱中取胜。嗯，就我觉得很，就就对我来，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大卫林奇一个导演，他也做音乐嘛。嗯、其实我看他书的时候，他就跟你的说法一样，他喜欢打坐。 他觉得带他到了一个全新的，呃，怎么说从未触碰到的那么一个层面，他可以感受特别多东西。其实我觉得，对我来说，这种形式都是会放大你的。比如说喝酒，有的人说喝酒可以写出好的歌，那有的人是真的喝酒可以写出很很多歌，可是有的人喝酒就变成一个。 满嘴脏话 <laughs>，对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放大那个他自身的东西的。其实有的，比如说，呃，有的人打坐会觉得啊，好恐惧，突然变成调动起他，嗯，没有触碰过的，嗯、但是并不是他想要的东西，这也有可能。所以我觉得，反正我是觉得，嗯，借助这种借助某一个东西，我我一直不想依赖这个，嗯 一定要放下这个。就苏东坡不是说嘛，说这个佛说酒能乱性，说这个道说是酒能养性。他说我呢有酒就学道，无酒就学佛。所以，所以这就是你怎么<好>是不是你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。<对>所以我觉得像您做的这个行走什么，就是你可能对我来说啊，一个好的方式就是你不断看到一个更大的东西。我最近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震撼是什么呢？ 我因为我在学一点德语嘛，我看到一个特别长的词儿，什么安 t a x f r 什么词儿这么长？我一查，是我们中文叫一种昆虫叫蜉蝣，哦、就是那个，<游>然后它德语特别长，是把它就是拼在叫一天的虫子，就这个虫子它就活一天。嗯、然后那个那个《诗经》也有写到了，就是国《国国风》就有写到它，说它活一天的虫子，但是它就是那个衣裳采采，就是它活的都是那么漂亮。 然后我就想，天哪，这虫子活一天，它忙什么？它知道自己就活一天嘛。然后在想，如果说我们人啊，如果你有一个更高的东西看着你，觉得你们在忙什么呀？你们也就活一天，你的时间在他看来就一天，你们忙什么呀？哎，这就是古就古人讲的，这个也是可以做正反两方面的理解。一一方面讲叫“夏虫不可语冰”，嗯嗯，就是只活一个夏天的虫子，呃，你跟他讲冰，没有没有没没有意义。 但是这个通常就是让人们会以为，就是说一个鸡怎么可以揣测一个鹰的境界呢？哈，但是其实反过来想，它活了这一夏天，灿烂的一个夏天，对它来说也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圆满自足啊，是圆满自足。而且呢，比方说你刚才讲这个，这个英国有个大哲学家叫罗素，这个罗素我就因为我挺关心这个情绪问题，他说啊，很多时候我后来发现我不快乐啊。 就是咱们讲的这个内观，就是他说，我总琢磨自己，总、呃、心思比较敏感的人，还琢磨的特别深。后来他觉得呢，我的不快乐好像就是因为我总琢磨我自己的情绪，我太注意我的情绪了，就是太注意哪疼哪痒了，太敏感了。后来他说，他有一次在一个火车站，他就试着，他就观察每一个上车的旅客，然后就是猜测。 他背着这个包，他是要去往哪个方向？哎，这俩人是什么关系啊、嗯？然后后来他就说：“他说后来我给我种花的那个园丁，那个花匠，他说我觉得他比我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津津乐道地跟我讲，那兔子昨天来了，怎么把这个花给踩倒了，我又怎么怎么把它种起来。他完成了这个，他很快乐。后后来他发现呢，他说我一个快乐之道是什么呢？反而。” 表面上看是跟你讲的相反的，就是说注意力要向外，嗯，就注意力不要老向内，老琢磨自己这点情绪问题，嗯，就是没有出路。他说后来我发现我这个注意力向外的时候啊，嗯，我自己的快乐，呃，自己的不快乐好像消失了，了就不重要了。其实我为什么说你刚才讲的又统一了呢？其实你注意力向外，等于是把你的心量。 放大了，嗯、放大了，就是这个世界，就所谓这个世界，它都在我的心里。我要是只对我自己，越弄越抑郁，越关心自己的情绪问题，就越抑郁。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呃，我我有一部分赞同，嗯，但一部分呢，我在听的时候，我脑子下意识在反应啊，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。是因为朝外看的时候呢，所有的事情跟你没有太多关系，对，你可以保持保持一个你好了。 和不好跟其实跟我没有关系的，但你往内在看你自己的情绪的时候，是跟你有关系的，所以你会更痛苦。嗯，所以当你的注意力朝外看的时候，你带了某种旁观性，所以外在那个那个痛苦，别人疼不是自己的疼。对对对，是这个意思。你刚刚说的罗素这个方式叫转念，当他注意到自己有这个念头跟情绪的时候，他以转移这个念头的注意力到外部。 而转移了对这个事情放大的恐惧，嗯，但是呢，我的态度是，我想遵循一个方式，我不想仅仅通过转念，因为这这不能根本解决。我想找一个根本解决的方式，就是所有的念头和情绪我都观察到，但我不，我尽量练习不放大你们，我就全部拥抱你们，它慢慢它会自己平静下来。当然，这个需要不断的练习，他当下不一定会解决，就等于我一直一直练这个，练很多很多年，就当我发现我的。 看到别人好，夸嚓我就嫉妒那一刻的时候，我也不要谴。很多时候，我为了道德方面，我开始谴责我自己：“陈坤，你怎么能嫉妒别人？你不是个高尚的人。”不，后面这个道德这夸话全部放下，我只是看到我在嫉妒，没有对错，我只是看着你。过一会儿就没了，就我很希望往这方面去练习。反正我都闲着没事儿嘛，我 <laughs> 就是有闲。我我就觉得这好难练，<laughs> 我觉得很难弄啊。啊 我对我，我我倒是正好有一个相反的感觉。这是一个小小观点，嗯、我是跟您分享的，不是对的啊，对对对对不是，的，是我认为。它也很有可能是对，它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。我觉得，反正我我自己就是特别难达到。但我有我有时候我在思我在想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那么喜欢出去行走，就觉得好像你的心情会平静很多。第一个，先把你换一个环境，因为环境对我们影响挺大的。回到山里，但是呢，我们给的要求是不要说话，可能、哦、就、哦、对止语叫止语，完了之后你在这个山里走。 你只眼耳鼻舌，我就把你的舌头先静止了。你当然不是强制性的，你关掉一时的时候，其他东西会也许会增强。嗯，又放到了一个也算是好山好水自然的地方，你去，但是你的注意力在那去觉察你的心。但这个觉察心的，这要看每个人的灵性。有些人是看到心，全是看到烦恼，他就放弃了；有人觉得我的眼睛全部被我我看到的全是美景，他不想看心也无所谓。 这个就是他这个本来这个形式呢，有点有有有点因人而异。你说这个直直语啊，就甭说这个不说话了。我我们都有一个体会，我们去拍那个那个《强强行天下》，就是因为你拍这种这个真人秀的节目，不是二十四小时都得带着麦吗？嗯、对我跟易军还有这个徐老师，我就发现呢，就甭说不说话。 不不能说真心话，你都熬不过二十四小时，<laughs> 你知道吗？都坐车上，哎呀，说两句什么？一看这儿有个麦，是吧？到最后就是实在就忍不住，能不能给我们摘了？就你已经觉得很不痛快了，就是不能私下里讲这些个真心话，怕被录进去，就已经很折磨了。而且直语，我觉得亚东你就应该很有体会，你平常就跟直语差不多。他一直在直语。对。 哎，反正是我觉得，嗨，总之就是都是麻烦，特别就是我觉得是说也就活着就很累，怎么都不对，你知道吗？怎么都都没办法。所以做音乐唯一好的地方是，你可以不用说话，算是他说的那个状况吧。你你在音乐里去找那个感觉，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个音乐，呃，我在北京做。 做的歌，前两天我去美国的时候，我在路上听我的音乐的时候，突然变了，那个音乐的感觉突然变了。其实是因为环境变，像你说，我离开了我习惯的那个部分，突然变得很轻松。其实我听那歌像听别人的歌一样，或者说那个歌是外地歌到了这个地方，就是突然变了一个感觉。可是我其实我特别开心。 我回到北京都是开心的，我觉得我写的特别好。可是再一听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就不对了。嗯，不行，我还要改，我还要修改。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。嗯嗯，所以有的时候就是，呃，我们也我也特别喜欢到处跑。 但是现在就越来越在自己的习惯里，特别害怕离开自己的那个习惯。我也是，嗯，很害怕。就每一次让我去旅行，我都啊百般的推脱，就是我不要去，不要去，我烦，我不想坐飞机，不想干嘛。但是去了就不想回来。没错，你只要去了，<laughs> 那一刻你就突然发现一切都都变了，是你无法无法想象的。 我以前特别爱拍照片，到处拍，但是我都会询问人家，就是我可以给你拍照片吗？但是很多老外都很好，他们就啊，当然了，没问题，还给你做表情什么。因为现在太频繁。那直到有一次，我我和一个中国的摄影师朋友去，他在拍一个放羊的人的时候，突然那个人就回头说：“哎，他其实是觉得，他不愿意让机器对着我。” 其实我理解他啊，那一刻开始，就从那天开始，我再也没有拿机器拍过任何人。啊，我我就不愿意再拍了。事实上，我是觉得我不想打扰他，就是就是这样，就是我至少就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我再也没有拍过路人啊。我觉得我不要去打扰他。其实，呃，行走也一样，去到一个地方什么，我我觉得对他们是一个是一个打扰。 就总之会有很多很尴尬的东西。我之前去呃蒙古的时候，和一个乐队偶遇，完了以后他们就带我去玩音乐，我们一起用那个什么马头琴什么玩音乐，哎、特别嗨。那多棒啊！嗨到最嗨的时候，那个女的倒一碗白酒来干了，我我当时就因为我真的不能喝酒，可是她一下那个失望就觉得我们之前所有的都。 都没意义，嗯、<laughs> 如果你不喝这个，<laughs> 最后这一下子，对，<laughs>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啊，好吧，就是呃，怎么说，点到为止，我不愿意，也不愿意太过深入，就是，呃，做一个过客，特别好那个感觉。其实当你深入进去以后，也就会发现，它其实也是不爽的，不爽的事情很多。嗯嗯 就像我的我的我我我我我们有的朋友就说，因为没有一个人或者没有一个情况能够完全如你的意，如你所欲，对吧？就像我有朋友说，哎，我看电视有时候看一个人，前十分钟讲的挺靠谱的，我引为知己，后来越讲越不对劲了，就就像他不会完全按照你的那个，你像你碰到这种情况，就伪，不如自己的心了。 有经常有吗？比如说我，我以为你是这样的，我有，那那这种会会觉得很很失望。我抽我自己大嘴巴子、啊，为什么呢？就是陈坤，你凭什么觉得应该他就如你所愿？你你还没有做到你自己如你所愿呢？哎，这您知道吗？哦、就是我都没有做到。我就经常看到别人去批判别人的时候，我有时候也嘴贱，也会去跟着批判。批判回来之后反省一下，就想特别想骂自己脏话。 当然，在某个事件的情绪里面，情绪练习还有一个马上显现是什么呢？我以前一个情绪发生了，我被它带走了，可能两天，我的变化在于从两天变成了一天，有些时候可能五分钟唰就过了，或者是有些时候当下又觉得那个情绪的时候，虽然还是会刻意的吞一口气，但是我觉得我对于我一直练习觉察这个东西，慢慢开始有一些效果。像刚才您说的那个“不如我所意”，从小到大啥如我所意多呀、啊？<laughs> 我想长到一米八呢。 我还想各种厉害什么的，是不是？就我觉得其实就是那个骗局嘛，像您说的。但是想要的没要到呢。我跟你讲一个事情啊，就针对你说想要的没要到这个骗局，对我来说，我从小长大都是想要，我想要我爸妈不离婚，我想要怎么样，我想要怎么样。我当我开始慢慢到最后面面对的时候，我何必要想要呢？我要面对一个东西是后面怎么接下来发生的事儿，我就要赞美和用一个乐观的眼光接受。 我去年下半年面对非常糟糕的一个局面，从客观的陈坤觉察这个情绪里面，我是知道，但是我又很享受好久、嗯、十多年以来，除了抑郁症那段时间，从来没有这么糟糕过的快乐感，就是那种痛苦啊，完了烦心事啊，你就跳不出来那种快乐感，你知道多么病态吗？个说会的，我我也能有这个体验，你不想出来。但实际上最核心的是这个负面的东西，有一半是让我很喜悦的，你<讲>的所以很根本。 所以我，我你你你明白我在说什么？就是等于我认为，所有的情绪本身它有两面性。对对，极<对>痛呢，实际还会带来某种瘾。对对，就某种过瘾，甚至是我总觉得有些呃艺术家呀，或者说是生命能量非常强的人哈，我跟你说，就是呃喝糖水一样的恋爱，对他来讲不够劲儿。 不够劲儿，就没力顺利很糟糕，没力度，你知道吗？就这，他非得弄到死去活来。实际上，有些时候就像你那个嘴里长了溃疡，你舔它，是吧？它是疼吗？但是你为什么老舔它？就是好像你需要一些带劲儿的。这女的能理解吗？<laughs> 我能理解，我是觉得那个里头就是有种不痛不快嘛。对，<吗>你掉到最里头，你会觉得那种痛苦包围着你，你其实觉得挺安全的。 不知道是为什么哎呀，还没有这个不不要再附加一个概念好好、哦啊、好，好好好就是痛就是痛，并、就是、痛还痛还,还挺快乐叫痛快。我觉得有些时候就像就像我扇我自己嘴巴子，我觉得有些时候做的不对啊，扇个嘴挺开心的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这、嗯、就像是上次我看那个阿成老师写一个文章，就说这个古典音乐啊，他说有有音乐家我忘了他说的是谁了，他说你看他呢，实际上后来考证出他生前患有很严重的什么病。 嗯，就极其疼痛，极其疼痛。然后他说：“你再看他的那个音乐，那个弦乐，呲儿。”他说：“你那感觉像不像是嘬着牙花子那个疼的？<laughs> 能这么理解音乐吗？”其实有时候特别相反，有时候特别相反。相反，相反就是那个作曲家的真实状况和他的音乐是不一样的，嗯、就跟莫扎特一样。<对>其实莫扎特，你看他的书信就知道，他也是满嘴脏话的。 嗯啊、呃，可是音乐就是就是天籁，嗯、<对>一点阴阴<对>阴影都没有。对，有的人就是相反的，你你不可以把他生活里跟他归结起来，就是每一个人表现的那个方式不一样。其实特别有很多时候，比如说大家都在说情绪什么，其实我们都是过得比较精致，呃，比较做作。我觉得还有时间去想情绪这件事情，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因为别人不知道，比如说我爸爸。 我从来没见过他任何情绪，我从来没有见过。他没有情绪吗？他一定有，但是他永远那个部分是不会让你看到的。当然，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但是艺术家就真的是不行。我觉得他要要去宣泄那个部分，要不然他可能。所以说，有的时候，反而您刚才说的那个，我认为他刚好是相反的，就是不一定他疼痛。 嗯、他写出来音乐就是疼痛的，啊、有的时候刚好是反着的。我父母的离婚给我的影响是小时候就是埋怨，嗯，好，现在呢又是变成另外一个极端是感恩。为什么又觉得我经历过这个才能创造？这是两种概念，这两种情绪概念的自我欺骗。可能我真真正的生活是我懒得去观察，他就怎么样我都 happy，就我希望我 happy 的面对。我如果明天出车祸死了，我也觉得。 应该的，我也不担心，并且我前段时间还经常跟我一个朋友讲说，哎，这个担心啊，这老担心啥，有点像个轻微诅咒，现在自己给自己设了个套。嗯，我说我不要啊，我反正要么担心，我还不如假装乐观呢。假装乐观久了之后他会承担另外一个圈套。其实我觉得，因为二元世界啊，你像黑夜跟白天的关系，自由跟拘束的关系，都、就是二元对立才创产生的。我只不过从这样一个圈陷阱。 想跳到另外一个陷阱，其实我都是自己作而已。哎呦，我觉得他这个作呀，呃，很道行很深了。还没有没有，不是看书照照<教>所以就,就是我唯一的疑问是做到没有没有、啊。因为呢，这确实是一种很高深的东西，就是呃，人呢、啊，你像我们前一阵真的去贵州，去王阳明悟道的一个地方，他就讲，就是说，人的心里有一面镜子吧，咱们就最简单的说，就是你能不能觉察到你自己。 这个很好用啊，就你比如说那个怒怒啊，你这个人，比如说像他们有时候有一种犯罪叫激情杀人，激情杀人就是火遮眼了，就是那个觉察。你发现没有？只要你这，比如说你说亚东说我生气了，谁说我生气了？谁发现是自己生？你觉不觉得这里分离出一个？你只要你知道你自己现在在愤怒，你这个人就不会不会失控，不会失控，对吧？你看那火遮眼的都是这个没了。 那就完全被情绪所主导，所以这个你要到最深的这个修行上讲，就是人就待在观察自己的那个立场上，到达最后，你像我经常拿文道开玩笑，我拿那开讽讽刺他，就是说这个，说就是到最后你对你的感受能够达到一种没有评、没有价值判断，就比方说他们那个到泰国那边去修行，说什么，说那个。 法师领着我们去那个雨林，热带雨林里啊，说那个蚊子，说蚊子叮进去了，说它是难受吗？是你概念上的难受。然后呢，你感觉它，你不要对它有贬义的，它只是有一个尖针，你觉得它刺进了你的皮肤，然后慢慢的呢，你感觉到痒，然后呢，这起了个包，<laughs> 就观察它、呃，不要对它生出喜恶。我天哪！ 道理讲的非常好，高妙啊！很做不到的。对我，所以我就学文道。我说你是不是一回酒店房间，哈哈哈,哈，这个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太难了。这个、这个、这个可能古，当然古人有很多，他也观察这些东西，但人类现在可能真的是有。 人类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、繁荣时期，大家全世界的人不光是中国人，全世界的人都在思考我们的情绪，都在觉得我们没啥事儿可愁了，就烦恼自己的烦恼。不是，这是看怎么样定位的问题。嗯、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，嗯、可能是富足的状况。 追求精神，您的意思是这个<不>是吗？都有都有，不不，我我就是说，现在确就是确实有这样一个趋势。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观察，当然要了。从古至今，我们都在看我们的人心这个事情。但是我就说，就挺好玩的一个事儿，说在那个耶鲁大学说开了一个课叫快乐课程，说是历史上最受欢迎的一就一门课，几千个学生全去报。后来呢，开了就第一个学期就不开了。那就那老师说这课太受欢迎，其他老师都不高兴了。<laughs> 就是你想教授快乐。<laughs> 结果你发现你导致了其他人不快乐、哎，这,这个事情太难办。对，你们观察自己吗？他肯定是我问问你们平常有这个习惯吗？我没有，我不我不观察自己，我很害怕观察自己。但是您刚才说的这个，我只您说的是思想上什么精神上，但是比如举个特简单例子，我在练鼓，我练鼓的时候呢，就一直练一直练。可是后来我发现，只要我拍一个小视频。 立马知道我的那个动作是不对的，嗯，对呀。可是如果我不看到这个视频，我是不知道的。我是觉得我一切都正常。可有的时候，一个我我当然理解啊。如果把它转过来观察自己的话，我我我总觉得那样就会太庆的哈，太理性了。我觉得我我不敢那样弄不好。